不是相恋患，为人所说无一半。听说这个无一半，嘴边可是遭了难。先被毒媒主曝光，脸不红来心不慌。有关部门不放松，来龙去脉调查清。犯罪事实也成立，犯罪分子进监狱，枉子犯法也同罪。高墙一面去忏悔，明星不洁身自好，就会强制去改造。别管过去多高贵，都别违法和犯罪。吴亦凡他被收监，网络上面炒翻天，互联网上引轰动，娱乐圈里很平静，众多娱乐圈明星只有何家劲发声。纵观整个娱乐圈，没人发声为哪般，娱乐圈里没反应，一片和谐与安静，各自心里都有鬼，都怕当靶子被逮，相互隐藏不讨论，害怕以往被打击，就怕前脚刚点赞，后边言行就比肩。娱乐圈的水太深，彻底清扫才放心。扫帚不扫灰不掉，藏污纳垢不能要，必须净化娱乐圈，拨开云雾见晴天。内心肮脏不干净，赚再多钱有何用？噤若寒蝉娱乐圈，只有展昭不一般。誓言展昭何家劲，为人真诚讲诚信，为人一身的正气，让人五体和投机。铁骨铮铮男子汉，这种明星很少见。著名香港男演员，一生成就不平凡，曾经出演包青天，正气凛然装心间，堂堂正正张虎伟，除了是他还有谁？光明冷落难得见，顶天立地男子汉。爱国港人何家劲，如今事业发展顺，退出影视圈经商，财源横冲大三江，全国各地到处跑，视频生意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做得妙，全国人民都知道，全国人民都知晓，何家劲的视频好，有营养，有健康，视频安全心中装，价格便宜又实惠，很合老百姓口味，劲哥视频真不差，货真价实金呱呱。多年拼搏操碎心，劲哥如今仍单身，阳光晒起大明星，肯定会有人相中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劲哥早日配成对。这种明星真少见，真该给他点个赞，那个点个赞。作为保养白白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心凡红沙都在对闹乌龙。明知为何笑而藏，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。